Hello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Chichi Vanessa Lim. Yay! 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今天是 CMCO 的第四天，所以呢，我的生日将会待在家一整天。其实呢，我本来是有打算举办一个小型的生日会，就是朋友可以来我家一起庆祝啊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跟家人一起庆祝，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可以特别一点，就跟朋友，因为毕竟可能明年就要读书啊，就去大学啊，或者是出国读书之类的可能，所以我就觉得最后一年了，而且是18岁，我就想要庆祝一下。怎么知道星期一的时候，就是前几天罢了，他们就 announce CMCO 的开始，所以呢就取消了。不过呢，我就想要记录一下，就是反正18岁嘛，人生有多少个18岁？只有一个。我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等一下9点有数学补习，11点过后我觉得我应该是会继续睡觉，因为我昨天蛮迟才睡的，我3点多才睡，反正是我生日没有关系，所以现在我先去做我的功课。上完课了，给你看我做的，就这样子，好乱啊！我一直在做错，我一直做错，一直在做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笨啊！数学，我以为我喜欢数学，可是来到了 calculus optimization 这一课，我真的不能，太难了。现在是11点05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吃我的早午餐。This seemed like someone who was drunk. It didn't seem like normal behavior to sit on the seawall. Like this isn't even like a teenage.家里有5个人，可是我们要分3辆车出去，因为一辆车只可以有2个人，所以本来只需要一辆车变成3辆车，去一个地方吃晚餐。OK， 等一下我就带你们看我吃什么。打火机就没有，三七。